有着新时代少女教主称号的35岁日本人气歌手矢野佳奈，在2019年宣布无限期暂停演艺事业，并结婚育有一个孩子。如今已经过去5年，她突然抛出震撼弹，宣布复出，让粉丝们相当激动。25日，矢野佳奈突然开通 IG 账号，并在各个社群平台上传手写信，表达对粉丝的感谢外，也宣告将在7月5日发行全新单曲，9月也会推出迷你专辑。好消息还不止于此，11月更将举办2场演唱会。最后，他表示资讯量有点多，不好意思，但十分期待与粉丝见面。矢野佳奈复出的消息一出，随即在 X 平台吸引超过2000万的观看，这连刚刚开设的 IG 账号追踪人数也已冲破65万，人气依旧不减。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也令大批粉丝期待不已。